茫茫股海，味觉难清，如何精准掌握趋势，寻求最大获利契机，让股市甜心指引您成功的方向，获利自然能微笑降临。欢迎收听股市甜心。本节目由 News 酒吧与华冠投顾共同直播，华冠投顾104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09号。收听今天股市甜心的节目，我是品化，现场为你邀请到的是华冠投顾分析师刘云熙刘副总刘老师。甜心老师你好。品化好，全国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华冠投顾股市甜心妍希老师哦。今天来到了9月7号礼拜一了，一个礼拜的开始，如果你是看美股做股票，如果你是看指数做股票，哎呦呦，上周四上周五美股大跌，昨晚美股继续的跌跌不休，这个黑天鹅摸摸洗，日子好难过，日子臭拍鬼。但是 but 你有甜心老师的股票，每天都有彩虹，每天都是好天气，每天都是赚钱天，一个礼拜的开始又是成功的一半呢、啊。给你的股票继续的飙，继续的飞，4934的太极，2417的元刚元展，3669的元展，3708的上尾投控，还有呢在我们的标股周报里面的3356的奇偶，两天给你两根涨停板。那么今天的节目非常重要，除了每天准时收听之外呢，节目当中给你满满的正能量，给你满满的信心，手中的股票持续的涨，持续的飙，赚钱就是轻松愉快，赚钱你会觉得哎，老师在股市当中真的操作可以轻松又愉快，每天都期待开盘
每天窗外都有彩虹，当然要这样。我常说要轻松赚嘛，是啊。而且你重点哈，你要买的安心，是抱的放心。操盘真的不要把自己弄得太累、太辛苦啊。当然当然，不然你看哦，上礼拜四五两天美股大跌嘛，是啊。假日这两天，哎呦，你已经看新闻，你就把自己吓死。光这四天日子就很难过了，就排骨人呢。我先提醒大家，今天晚上美股不开盘，期货也提前收盘，告诉你不用看了，直接去休息看我就好，这样好不好？你不要现在在等美股开盘，没有哦，今天没有开哦，至少要吓你四天了，没有要再吓你咯，直接发到甜心老师啦，对呀，你看我就可以啦，好的标的我都是持续准备好的嘛，你看哦，今天大盘一样延续上个礼拜的震荡，是，呦，老师的太极呢，上个礼拜五天五只涨停呢，今天一样给你平新高啊，就是冲出去啊，可是啊，你要去思考，哇，老师是什么时候带你买的？你去思考一下，我是低档卡位，一月六块就买了，有之后呢，十一块还买，乌啦，再来呢，涨上去十六块又再买，有的，十八块还便宜嘛，真的。今天多少了？报告29.8，持续创新高嘛，乌啦。其实我常说哈，我就是怕你很忙。没有空看盘，又没有空顾股票。我知道大家都是有自己的工作嘛，所以我常常股票吼在低档。股价还没发酵的时候，我就会一直邀请大家，我会一直邀请你赶快跟上嘛。来，我这里提醒你一下，我常说股价还在低档的时候是怎么走，创高震荡，再创高再震荡再喷出嘛。啊，这一段震荡你要分得出到底是震荡还是出货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分不出来，我带你分嘛。你再来看谁？你看元刚，你看元展。天天创高啊，是啊，今天呢还是创高啊，那你不是天天创高天天开心吗？啊，当然喽，大盘是持续在震荡，我的股票是持续在创新高，你要知道哦，我都是用长线保护中线，在保护短线的概念在带你操作。我常说，当大盘在震荡的时候，我的股票顶多小涨啊、小跌啊、小震荡啊、小震荡整理啊。可是当大盘回稳的时候呢，我早就领先市场喷出了嘛，喷出、喷出再喷出啦。就像元刚，元刚14块的时候啊，有人理他吗？没有人哦。对啊，24块也，大家市场还对这只股票懵懵懂懂，半信半疑哦。啊，涨到35块，开始去研究一下，哎呦，这家公司好像还不错，慢慢开始认识，哎，开始要追踪财报了。可是啊，再来，很多人在电视上，你再看电视，动作再慢，股价已经50了。是啊，那你现在看多少？你看电视操作的时候，股价已经50了，老师买14，买24，买35，差很大。啊，你看电视买一样是赚啦，只是这一来一回差多少？老师带你还是赚很大啦。对啊，那你现在看到股价85了呢？丢啊！那你要去思考哦。我不是股价涨在天边，有些人今天看到它跌停，看到元刚元展跌停，又说啊，这老师又不讲了，有什么好不讲？为什么？我不是股价冲出去叫你买80的，哎，元刚我买14的，14给你的，你今天看到跌你会怕吗？完全不用啊，我买24的，我买35，你今天看到跌会怕吗？不怕不怕，元展我77在买的，股价都翻一倍了，我不是像别台的150叫你去追，哎，150去追现在才会害怕，好不好？对。你都去买150，难道你不愿意听我那种77块就在买的老师吗？是不是？你要有这个概念。我的股票即便今天创高后回落，是，可是它早就领先过汪好几个了呢。真的，你看得到车尾灯吗？看不到啦，也追不到啦。那同样概念，你去看上尾投控，我也讲很久，我说这一档是什么筹码的威集中，是威力比原子弹还大。有的，对呀，102买进，今天多少？169了呢，冲出去65%。哎呦，我在地下室，股价还在地下室，我就告诉你了，股价才刚刚萌芽，我就告诉你102刚刚开始。我不是像市场上一堆老师带你去追140、150去追嘛，不用，股价需要追吗？不需要。对啊，所以我说我一直以来
都是领先市场带你在低档低档卡位低低的买。我问你，现在14块，你看到今天跌停，可是如果你身上有14块的原钢够不够低？够低哦。你看到今天那个原展一样是创高拉回的震荡，可是你买77块的，你会害怕吗？完全不会。再来低低的买32块，我带你买玉邦，你即便近期震荡，是不是一样相对大盘低？当然。再来呢，你买130的深丰，你会害怕吗？不会啊。对嘛？而且7月我在买太阳能哦，这个更严重了。为什么？7月我告诉你，大盘在13000点上面晃。我给你相对大盘基期低的股票，当时有人在讲太阳能吗？没有，满江红的怎么可能会关注它呢？对啊，你看7月涨到现在的太阳能，现在大家都在讲了。可是你去思考，你甚至节目给我重去听，为什么？凡走过路过必留下痕迹啊。我原金就是9块可以买，我原金就是13块在买，有的17块附近还在买，有股价飙到27块多了，结果市场上大家在讲原金好，27块才在告诉你好。安吉，我带你买25的，飙到46块了，结果40块冲出去，大家都说安吉这一家公司不错，联合再生一样啊，我买7块，哎呀，冲到13就是买7块，是都给你同板股。我知道市场上大家都很爱我，很爱我锁定的标的，下半场很重要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又锁定股票了，来，我就告诉你一个重点，股价还在低档，产品才刚刚要在市场上发酵。那如果你想要知道这什么样的标的，那下阶段赶快回来咯。前老朋友比更值准备好咯，想不想呢买在低档，想不想买低基期的股票，想不想买在产品发酵之前，你就能够第一时间来做拥有。精彩节目一定要听到完，当然最直接最快速的方式呢，就是直接跟上田心老师的脚步，跟越紧赚越多，跟越久赚越大咯。一样广时间留给您打电话咯。嘿，别走开，还有好听的广告。02-6630-3237 02-6630-3237，甜心老师的操作都是大家关注的，甜心老师的标股就是市场当中的主流，大家追捧的焦点。你会发现到以前是如此，现在是如此，未来当然更是如此。老师给你的股票就是快很猛，操作就是快很准。除了呢这些的优点之外，还很有延续性。你看甜心老师的爱普一标就是11倍，甜心老师的亚诺法一标就是6倍，甜心老师近期给大家的原钢原展，原展倍数翻，原钢一标就是6倍。午后探宝14块一路飙到了85.4，一标股价喷了6倍，给你9弯18拐，别人已经看不到你的车尾灯了，你早就赚到了9霄云外，这种感觉是不是很舒服？所以亲爱的朋友，您标股要买在先知，您标股更要赚在先知。来，新的低档，新的低基期，产品刚刚发酵的股票，就像是当初的爱普、亚诺法、原钢、原展、太极、原金、联合再生、奇偶等等等等这些的股票。想到好朋友，即刻来电，跟好哥买，带您赚宝赚满。02-6630-3237，02-6630-3237。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。精彩节目开始喽！欢迎你再次回到股市甜心的节目现场，亲爱的好朋友，想要买到市场当中的主流，想要买到标股中的标标股，直接 follow 甜心老师就好了，你只要关注甜心老师的标股就可以咯。老师一出手就是市场当中的主流，老师一出手就是大家追逐的焦点。你敢看，光光是今年度，从七月份你就可以验证到老师的功力，老师的实力了。七月份太阳能族群，太阳能股、绿电股，他们的好棒棒，你早在七月份就知道。从七月份太阳能族群、太阳能股一路涨到了现在，一路飙到了现在。当时说它好棒棒，没有人知道。你回过头来，从七月份，你从不相信到你渐渐相信，到你认可，到你认证，到你愿意接受太阳能真的好棒棒的同时，回首来时，它真的好强好厉害耶。对，你现在9月了嘛，七月到9月了，2个月就是一路给你验证了，有一路验证哦，也让你扎扎实实赚到了吧。
好不好？十一倍普啊，六倍法 啊，在近期给大家的这个母子档抢钱母子档，元展也翻倍了，元刚也翻了六倍了耶。对呀、啊，你看元那个爱普啦，是啊，11倍股价翻出11倍，在一倍呢。亚诺法翻出6倍，近期的元刚也六倍啦，元展也翻倍啦，都是长辈股中的长辈股啊，标股中的标标股。那究竟还有没有什么样子的股票可以让我们翻身呢？有，当大盘在震荡的时候，别人都在吓你了，你现在给我记好了，一定有人一直吓你，告诉你绑手绑脚，告诉你保守，告诉你保守。四天已经被美股吓翻了，今天还要继续被台股吓翻，日子还要过吗？可是我站在这里，我看的跟别人不一样，我给你信心哦，我一直跟你强调，当盘势在震荡的时候，你专注产业嘛？你专注产业最好的方式就是 follow 我嘛。是。好，近期我在加你总体经济的概念，你千万不要忘记。你看到美股大跌，但是你千万不要忘记，美国 FED 的新政策就是告诉你呢，通膨率必要时可以大于2%嘛。讲白话文就是哇，现金淹脚目，资金淹脚目，这是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哦。那我一直跟你强调你要看全球的资金嘛，当 FED 在大放水，全球都在大放水嘛，那资金行情就是无法无天的行情。我给你信心哦，美股是崩两天，但是我告诉你哦， FED 的政策是持续发酵哦。再来，川普，我一前面我应该是讲很久了吧，因为川普一直告诉你他今年要选举，要选啊，对啊，要竞选连任啊。我一直告诉你，他民调要上升，就是对中国提枪嘛，所以一堆华为事件出来了嘛，一些连锁效应都出来了嘛，黑天鹅一堆啊。可是这样子，他对中国提枪，他的民调才会上升啊。你要记得，他今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选举。对啊，就是要连任啊，就是选举呢，没错。对啊，所以我给你信心嘛，你没有拉回震荡，你哪来的好的股票的买点啊？这就是同样的道理啊，在股市里面，哇，人两只脚，前16只脚，你千万吼眼光要独特，让钱去追你。对，你不要让自己跑去追钱，那是追不到的啦，是很辛苦的。对啊，好，那反过来看吼，为什么我说你可以用劳力赚，你也可以用智力赚，但是最轻松就是用眼光赚。哇，当老师看到后疫情时代有很多的视讯会议的设备有成长空间，那我给你什么？我给你元刚，有，我给你元展。上星期我用同样的概念给你3356的奇偶啊，所有的会员都知道啊，来两天两只涨停板，恭喜大家，越赚越多啦。你会想说，哎呦，为什么那么飙？因为后疫情时代啊，我看的跟别人不一样。你往往你听到奇偶3356，我相信很多投资朋友们都知道它，可是你的观念可能只有，哎呦，它只是安控，安全监控设备。但是你知道它的新产品是什么吗？它的新产品来哦，后疫情时代，来，它做什么东西？针对体温测试的需求，研发人脸辨识跟体温侦测。是，我们讲白话文好了，你现在去一些大卖场，你会发觉他们卖场任何的卖场都配一个人在门口帮你量体温，哎，对，哔哔哔，然后再进去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来哦，研发体温测试需求，还有人体辨识系统。那我问你，以后就是怎样？电脑帮你量，我只要电脑监控放在门口进来，有没有发烧就知道了。哎，对呀，这不就是到处都机场的概念了？哎，是哦，有没有这个概念？有。啊，我问你，那你有这个概念以后，你会不会知道？哎呦，这产品未来成长空间大不大？大呀，两天两只涨停板就是这样来的，好不好？对，老师都先帮你抓到喽。对呀，那你还会想，哎呦，还有什么股票在低档？我知道大家都喜欢滴滴的卡位，我知道大家都想要买像元刚14块，老师现在还有没有14块的元刚？老师现在还有没有那个77块的元展？我常说股票要不要十头牛都拉不住，但是我在低档的时候，我会告诉你，就像有啊，有什么股票？有一档叫国家平安啊，哎呦，来，哎呦，这家公司吼，低档
你先用长线保护短线的概念嘛， 对不对？来，低档你把技术面敲开来哦。这一家公司月线低档爆十年的大量，白话文就是晚功底，是晚功底啦。那产品呢，一样是后疫情时代网络安全保护装置，来拉货潮逐步显现。我告诉你，股价才一字头，在低档的时候是不是创高震荡拉回，再创高再震荡？有，股价现在就是这样子走。我可以带你做加差，我也可以带你做波段，好不好的股票？好，一字头可不可以买？大家都买得起。现在我再提醒你，大盘13000上下，是我又给你低档攻守有据的公司了，这是其中一档，还有一档吼，天天发光啦，天天开心就会天天发光，买到之后天天发大财。八月的营收是创新高，产品要进入收割期，收割期应该够了解，产品开始要冲出来了，那个销售量要冲出去了，好不好？安控车用的需求即将爆发，哎呦，公司的订单被中国追着跑啊，人家要去抢单，人家要去想办法叫业务去捞单，他不是，他是业务在家里订单被那个公司追着跑，一样是钱追你的概念。对，订单能见度到2021年了哈。那我给你一个提示好了，记不记得我以前说过大股东带七杀命的哪位董事长？哎呀，就是老师的十一倍普啊。对啊，我在做爱普的时候我就告诉你七杀命的嘛，对不对？黄董的投资眼光独特嘛，哎呦，他刚好也是天天发光的股东耶。啊，对屌屌呢，所以啊，想要跟着我们低档卡位，想要跟着我们买在没有人知道的时候的好朋友，就赶快跟上喽，亲爱的好朋友，想不想呢？低档卡位布局，想不想呢？低档买完之后呢，股价喷出的感觉，想不想让别人看车尾灯？想的好朋友，赶快要跟紧脚步了，标股老师都准备好喽。这个时候就是一通电话喽，把安全带系好，接着就享受云霄飞车冲上天的快感喽。即刻来电跟上就对喽！节目中呢，再次感谢甜心老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，谢谢品话，幸运甜心在华冠，荣华富贵跟着来，妍希祝全国的好朋友们赢在起跑点哦！嘿，别走开，还有好听的广告。02663032370266303237，什么？甜心老师又有新菜啦！甜心老师的新菜是什么呢？全市场的人都在虎视眈眈，全市场的人都在摩拳擦掌。想知道他是谁吗？想第一时间拥有吗？想第一时间来赚吗？赶紧跟上脚步喽！想要买在股价还没有发酵之前，就像是今年度爱普飙了十一倍，亚诺法六倍法飙出了六倍，抢前母子档元展飙出倍数翻，元刚翻了六倍，七月份的太阳能一路狂奔不回头，飙到了现在股价还在飙，4934的太极拉，或者是说3356的奇偶拉，上周第一时间在我们的会员专属的研究周报当中，直接给你两天两根涨停板，让你飙股都不用追，飙股通通都能够低低的买，标股都能够事先卡位，同样的道理逻辑，同样的操作快很准，同样的标股快很猛。来，新的低档，新的低基期的股票，产品刚刚发酵的，想不想低吸引来赚？想的好朋友，即刻来电，轻松跟上脚步喽！02663032370266303237，02663032370267，一档叫做国家平安，第二档叫做天天发光。注意喽，标出十一倍的爱普，黄董是爱普的大股东。那么天天发光这一档股东一样也有黄董，意思相当清楚明白咯，跟好跟满带您赚宝赚满咯，股市在走，甜心要有，即刻来电跟紧跟好咯，02663032370，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。本公司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效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，投资人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，华冠投顾104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09号。